现在几点了？6:32。你被开除了。突然变成一头猪的男人，就是我那毫无人性的猪扒皮大老板。叫他不行。长小猪，给我开门！要是不开，我马上开除你。来来，我。你如果敢说，那我就不会让任何知道我秘密的人离开我的视线范围。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谁呀、大清早跳跳跳上班？我可以解释。解释什么呀？是你明天奶奶照顾我这样不太好吧？谁说的？我可喜欢你了。我对你还是刮目相看的。我是一头小猪，别说我。主人房间比这条大一倍，而且，既然说不清楚的话，那试一下就知道了。不，你就看看这个部分，如果觉得可以的话，你就喝一口；不可以的话，你就喝一口小猪之歌。果然是猪。